好久不见。Hello, hi, hi, hi. 等等啊，OK，我要看我的脸，看见你没降火了，什么意思？发火的火啊，还是很 hot 啊，还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六西后，Hello，好久不见，嗨，瑶瑶，我看到你。我多久没有直播了哈？好像是2、3个礼拜了，是不是？还是有整个月？哎，我靠，我的头发不这样丑哎！今天要聊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吧。我很 happy 啊，今天。很 hot 啦，谢谢，谢谢。你的脸 OK 没问题哦，谢谢你。没有了，还是有一点肿，还没有好完，还没有好完。OK，你们要聊什么？你们想要聊什么？Hello，Clement 啊，Clemently，如果念错就不好意思啊。你先开心，我也开心。OK，大家开心就好。我跟你讲，我这个心情这样好，因为哦，我刚才我就跟我朋友去吃东西，然后我吃饱了嘞，我就很有精神，然后我就会心情很好咯。你的波难以忘记，别傻啦。OK。千叶越来越丰，没有啦，绝对是角度问题来的。我对我胸部是没有做过什么嘞，绝对是角度问题，绝对是穿 push up bra 来的。OK，你的脸变去，我脸没有变呢，我脸还是很 normal 的。OK，Hello，Terence 啊，应该是名字。我跟你讲，我今天很开心，然后嘞，我就想分享，我收了很久的一支酒，然后我一直不舍得喝，我很想喝。哟，我跟你讲，我头发怎么这样显的？还以为电到男人，哇老诶，我妈想，没有啊，我跟你讲，我上次我有遇到一个很喜欢的，结果我就口花花去聊他咯，聊聊下他跑掉了咯。他讲我给不到安全感他，然后他觉得我很花心，然后他跑掉，他不要理我，然后他 block 掉我了。我老，我跟你讲，真的很险。我难得可以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吧，但他嫌我没有给到安全感啦，讲我口花花啦，这个那个，喂，我称赞他帅不了吗？他这样子都要跑掉，哎呦，算了啦，那个酒窝不平均啊，没有事，因为我这边是好了的，然后剩下这边其实还在肿，真的是在肿，因为我没有去借口，然后我就一直吃，我刚刚弄酒窝3天嘛，我就走去吃咖喱鱼头啦，这个那个，after that 就这边发炎了，所以就肿到现在，得帅就没有什么平均，如果等它好完了，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平均哦，啊，我会去弄回去，这个小事情来的，没有什么，你这个故事很假，我这个故事是真的，如果我要聊你嘞，你会很爽的。把你过后，你就，when你很冷静的时候，你就觉得是真还是假的？他嘴巴这么花，他跟我一个讲，等下他一定跟别人讲了。这个女的不能啊，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给人家甩了咯。对呀，你穿到那么，我穿到怎么样？我出去没有穿到这样的，OK，我出去是穿到很
normal 的，真的是那种没有路的，很 normal 的短裤、球鞋、袜子拉到高高的那一种。看到你漂亮到没有朋友来天平 ，Hello， 好久不见。你不是口花，看你身材做你男友都没有安全感。我老诶，这样我身材好也是我的错，这样对我公平咩？我付出真心诶，我付出真心的话，你这样子对我，你觉得对我公平咩？我都还没有跟你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你就已经，你口太花了，我不喜欢你，走掉了啊，机缘网你知道吗？等一下，等一下，我去拿那个酒啊，会不会觉得很爽？我刚刚去吃饱了，所以我很有力气跟你们讲话，很爽。你们等一下啊，好可怜是啦，不然你们以为人美美这样哦？虽然我不是很美啦，把人美美这样啊，就给不了人家安全感了，人家跑掉啊，很难得我遇到一个我很喜欢啊。问题就是你一定很多人追咯，问题是我没有啦，没有要人家追就不要给人家希望啦，是不是？我在等待女人聊我，就不必再单身，不需要用飞机杯了。你不要在我面前提飞机杯，可不可以？等下我又要教你们怎样用飞机杯了，把那个要等一下啦。等一下我去拿那个酒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喝了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别，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拿过奖，这样你们等我一下，30秒，我去拿一个杯，拿一个冰先，然后我在你们前喝，等一下啊。Hello， 我来了，不知道什么杯 ，Hello， 酒杯啦，你以为什么杯？飞机杯在这边卖了，你们要看就是哪？飞机杯在这边卖了，你们要看是不是？等下我来教你，我喝一点酒跟你们分享一下 ，OK？ 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我很久了，这一支蛮贵的。把我今天心情很好，我想开喝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 ？OK， 又喝酒，我在直播不做东西要做么？不喝酒要做么？我有酒，你有故事吗？哇，它的盖重哦，重，不错不错。你们会看到我很暗吗？有没有？我修一下。OK 啊，没有很够力的味道啊，我觉得 OK 啊。我喝一口，看一下什么味道。我是管理员，什么的？你们讲什么？我放里面的，我怕它倒掉，我怕它掉下来，因为你都知道我讲话是很激动的啦 ，OK。加 Cola 比较好喝 ，Nick Chan 好心咯。这样贵的酒你来加 Coke 啊？你会不会喝酒的？喝 Whisky 的是我的肉好喝啦。哇老，你以为那种什么 Black Label 啊 ，Red Label 咩？我们喝酒不是讲喝醉的 ，OK？ 我们喝酒是喝它的味道，你还加 Coke 啊？不是盖完它的味道咯？这样你有什么意义嘞？你喝这么贵的酒，对不对？所以我喝一下 ，Cheers。OK 啦，没有很，讲真的没有很 surprise 的味道哎，把它很顺啊，它真的是顺的哦，它真的是顺罢了，把它没有很
好像喝下去还会跑出来的那种味道没有哦，就 normal 了，好像 Royal Salute， 我觉得 Royal Salute 比较好喝点。OK 啦，我不会的。哎呀，没有什么 surprise 嘞，有点失望。亏我还瘦了那么久，可瘦了差不多一年了咯。别打喊哦，今天心情好就开来喝咯。Call my name please, Jimmy. Hello. 你说广东话直播比较好。我的广东话其实真的，我不是很识你讲广东话，但是我识听。虽然我是广东人，但是我是平时讲惯那个华语。After that, 我不识怎样讲啊。你要讲广东话，我觉得我好像成个变了成碌木咁。喂，唔好讲啦，唔好讲广东话，我哋讲华语得冇？你哋都系识听噶嘛，系咪？那肯定是假的，拿来给我喝好了。好心你，我在 Apple 买了假的。过分诱惑，我没得喝。啊，跟厂家宣传酒没有啦，这没有打广告的啦，就这样出名了，还要我打广告咩？我这种 small body 多是不是？难怪怪怪的，你看现在有没有美一点？刚才没有灯呢，我弯的啦。哎，等我一下子啊，我开亮点，这样会不会比较亮？还是这样？哦，这样 OK， 这样 OK。OK， 我们继续讲点潮州话，听潮州话我不会听。美女，晚上好，晚上好。怎样？你们有什么话题要讲？还是有什么事要 get 我一下？嗯，我有点闷闷这样，虽然我很开心啊，把我很想讲话啦，可是我家空空，一个人都没有啦，没有人陪我讲话，然后我又有太多话想讲，说你们有什么话题嘞？ KL 人不会读 V， 我会读 V， 因为我不是 KL 人， OK。 机场买的也会是假的，所以不要认真。 Hello， 机场买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嘞？他怎么可能会为了赚到你那几十块几百块然后去买假的，弄到自己这样身败名裂嘞，是不可能的啦。OK， Johnny， 我个 Blue Label 来点 Blue Label， 我也是有啊，不过我没有喝那个太康了，因为我买那个是 Limited 的。讲一个甜大秘密给你知道，我还没有搬。Alfred， 这么你还没有搬呢？你不是讲你十号搬咩？是不是还没有搬完？还是你决定不要搬了？这样很奇怪哎。直接变美耶， yeah， 谢谢你。Lim Ki Boon， Hi。有什么话要讲？我老闲呢，有点。你们要我讲什么？你们要不要我？你一个人住吗？不是，我跟我弟弟一起住。上天我妈妈会过来我这边跟我一起住。通常家是空空的啦，有三只狗啦。如果我有男朋友，有人可以成功追到我，我就这样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啦，然后我养他。谁有兴趣啊？快点过来！还有啊，我跟你讲，我最近发觉啊，我对狮子座的人啊，真的是很钟爱的哦。好像狮子座的人啊，不懂周末啊，自己很犯贱，会喜欢钟过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是不是狮子座？是狮子座，快来聊我。你的酒窝很自然哦，谢谢你。我酒窝这边 OK， 这边还没有好玩，等好玩了应该还是很 OK 的。哇，我跟你讲，我有点晕晕的感觉耶。那飞机杯当酒盖。什么东西？什么？很好喝哎，虽然它没有 surprise 的感觉，可是它很好喝，我觉得还不错。这个酒真的 OK， 很顺啊，就是顺顺的感觉啦。虽然它目的激情，可能那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一样，没有什么激情 ，but。OK 啦，你喝下去是很舒服的。OK 啦，可以值得买千多块。我去找你喝酒要吗？好啊，你过来啦。你过来啦，你过来。天秤座可以跟我做很好朋友的，可以什么都聊的。不要叫我的名字，你们当看过没有看过我在这里？东美浩，我讲了你的名字也没有爽。待会我写下来，等一下啊，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又什么？等一下啊 ，OK， 然后我编起来先。
Wait a pink comment. Okay. 从灰换了红，又不换衣了，什么意思啊？你弄酒窝多少钱？你可以上，你可以回去。我上次有一个直播是讲我弄酒窝的，你可以直接联络那个女生，她的名字叫娜娜，我有 tag 她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去问她 ，OK？ 用飞机杯喝酒，我没有用飞机杯喝酒，我只是用飞机杯来打飞机，虽然我没有姑姑。怎么你们没有问题问我的，一直嗨嗨嗨嗨嗨罢了，然后没有东西讲这样。喂，讲笑话咧，我很闷咧。这边千多个人，难道没有一个人有问题要问我的咩？嗯？我朋友叫 Nashia， 你可以和他说 Happy Birthday 吗 ？Nashia Happy Birthday。哎，闷呢，很闷呢，可以聊天嘛？陈志伟一炮多少钱？你的意思是讲一炮多少钱？是你来陪我，还是我陪你？如果是我，你要我陪你，然后你打算要一炮多少钱 ？Sorry， 我只能跟你讲，我不是援交的，而且分分钟我是比你有钱的。OK， 不好意思啊，陈高局，我是卖飞机杯罢了，可是不代表我是做援交的。OK， 我有很多个洞洞给你屌的。你只需要给200块不了啊、哦，不是一炮多少钱，那个可以给你干很多炮的，没有问题。能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尽量问不了。被打抢的话，可以用飞机杯丢他的头吗？可以，但没有什么攻击力啦。我是觉得飞机杯是给你拿来打飞机，不是给你拿来保护自己。如果你要保护自己呢，你就去买一些 paper spray 啊什么来防，来保护自己嘛。飞机杯这样轻的东西啊，你的手可以拿来这样子摇摇摇摇摇100万下，怎么可能你丢他的头，他的头会穿呢？是不是？想也知道啦，对不对 ？What is the whiskey name? This one. What? Johnny Walker.King Joshua， 好像是这个，你看看 ，OK， 好喝，真的是很顺，很 OK 的感觉。你说话我听到很好笑咯，还好啦，我可以更好笑的吧？你们快点来 get 我一下，还是快点来跟我听改？看你直播人数多过要钱首相直播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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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我不讲政治东西，因为我是政治冷感的，虽然我有投票啦，但我还 是政治冷感的人，所以我不知道。看到你肚子饿了，嘿，为什么你看到我肚子饿？还是哪里饿？像你这样的女友就好了，每天待在家里。不会的，我跟你讲，刚刚吓跑一个男孩子吧，他讲我口花花，然后聊他跑掉，所以你讲太会讲话的女生也是罪。第二个还有又有人讲身材好的女生也是错，所以你讲我不是单身哦，逮我单身呢，你知道吗？你应该去办粉丝见面会了，我没有粉丝的，我只是卖，我真的只是一个网卖家卖飞机杯的罢了，说我不是网红，我不是网红又何来有粉丝嘞？是不是？怎样使用飞机杯啊？你会不会打飞机啊？你会不会用手打飞机？会吗？不会，来来来，你给我买了，我先说明书给你，叫你。我狗一直在嘎叫我，烦你啊！我的朋友买了飞机杯，可是不好意思用，怎么办？他呢？其实啊，我觉得你在讲骗话，应该是在讲你自己，而且你应该是还没有买的，你还没有买，可是你想买，你只是排写不懂啊讲 order。Actually 啊，讲真的啦，我一天要回复几百个 message 啊，我
不会记得你是谁的，所以你尽量问不了飞机杯啊，有哪里一款啊，是怎样的啊？我要三分钟赶时间的时候呢，我的懒又硬硬的时候，我要它设，我要它快点设，我要赶去做工，我应该要用什么杯啊？然后我想要有一些口交的感觉啊，要那种有一种细致细致的感觉啊，那个又是什么杯啊？哎呦，还是啊，我的姑姑啊，一直不听使唤，他一下软一下硬，一下软一下硬啊，我觉得很气馁。我的 girlfriend 呢开始不喜欢我了，因为我硬不到，我要硬我硬不到，因为我已经40多岁了。所以那个你就要用健身杯，很多款杯了，你可以问我，你尽量问不了，不然的话吃亏是你自己咯。这样好用的东西，其实每一个男生，我是比较建议每一个男生，就是讲你第一次要买飞机杯的时候， of course 我第一个建议的是这个三分钟杯，为什么？因为哈，它价钱第一不会很贵，第二啊，它很好用。为什么叫三分钟杯呢？因为啊，它可以保证你在三分钟里面就可以射出来的感觉。而且when你跟真人爱爱的时候啊，你哎呀，我又不想带懂懂哦，哎呀，等下我又想内射的感觉，可是我又不想这么快做宝宝哦，说安装后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三分钟杯就会派上用场了。派上什么用场呢？就是你可以去屌他，你可以用手快也好慢也好 whatever， 他都是三分钟里面你就会射了的。因为你赶时间，你要去做工，然后你弟弟硬又硬，然后你压压压压又压不下来的话又一直硬哦。 OK，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射嘛，是不是？你射了就会软嘛， right？ After that 呢，这个 baby 呢就可以保证你在三分钟里面就射出来。为什么？而且它可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内射的感觉，因为它不会大肚子的嘛，它不会怀孕的嘛，它不会怀孕，你不敢射进去咯，射进去等下你洗啦。如果你太赶时间来不及洗，你不是放住你的 sperm 在里面收着 after that 啊，你等你放工回来你不是洗咯？ OK， 很简单，这种东西不用我教你的嘛。因为哈，我跟你讲，它是这样子的， OK， 你不要，我没有动这东西的，你不要跟我玩这个啦。你没有动这东西，你用你的手做动动这样跟你打，跟你弟弟打飞机，这么懒，哇啦，怎么会这样子的你？所以啊，人呢要勇往直前，要向前看，不是向前 ，I mean 向前看。你以前用3310，你现在都用 iPhone 来看我直播了啦，对不对？你以前看女孩子，哇，你看她穿撸那个大腿很 sexy， 然后你只会这样看一下不了，把现在人家录到整个给你看，你不是哇这样来看。所以东西时代在改变着，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吃斋啊，和尚弄一大堆阿弥陀佛的东西，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现在是在讲这最新的科技的东西， OK？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我没有动这个没有动那个，这样你终归也是会打飞机的哦， OK？ 你听一下啊，它的排气的声音啊，我随便这样按爆了。它是啊，为什么还会这样大声？因为它会有那一种，它会给你有那一种细致，就是你的懒放进去啊，它会给你感觉到你的懒有一种被细致的感觉，很爽的。得算你三分钟里面 normally 都是射了的，不要跟我大脸小声讲我五分钟才射啊什么啊，其实都没有的。100个人99个人啊都是三分钟里面就射，剩下的一个人啊，他五分钟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老了，他一下软一下硬，一下软一下硬，他 enjoy 不到那个 moment， that's why 他迟射。不是因为我的 baby 的关系，是你的懒已经老了，所以那个是不一样。你的懒老了呢，你就要买健身杯， OK？ 健身杯是比较贵啦，这个200块不了，很便宜的。200块很贵耶？不是的，200块可以给你用6个月到9个月，6个月到9个月哈，一个礼拜你不要讲每天你去屌它啦， OK？ 你这个不累，你自己的懒都累啦，是不是？很 normal 的解决生理需求，我跟你讲，一个男生很 normal 的解决生理需求啊，一个星期是3次而已，你不要摸点3次啦，你的蛋蛋要制造精子也是要。时间了嘛 ，right， 对不对？所以哈，一个星期3次，你可以用6个月来讲啦，一次
你打飞机才多少毛钱卖了，你知不知道？所以哈，如果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然后他呢就很害羞的，他连我这样穿到这样很 sexy 在他前面，他也不敢看这样啊。那一种人呢，他要生日了呢，你就应该送一个三分钟杯给他。OK， 因为通常那种人呢，精力很旺盛的，因为他很宅的嘛，每天在家打多大，这个那个，他什么都不会，他每天只会躲在厕所里面用手打飞机看 A 片，他怎么要这样可怜他的日子？其实一个三分钟杯都可以给他很快乐了的，所以你有朋友生日啊什么，你可以买一个三分钟杯 ，OK， 夹下夹下爽，他不是夹下夹下，他是细下细下的那种感觉 ，OK， 十分钟应该老化了。没有 ，I mean， 这个杯它很特别，因为它有那种，你听到吗？它的排气很好，就是它里面为什么还会这样大声？因为你这样插进去，你的懒会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好像被吸着吸着那种口胶啊，被吸着吸着的那种感觉，很爽的，所以你才会三分钟里面就射。但如果你用手打飞机啊，还是你用别的杯啊，还是你跟真人爱爱啊啊。不会造成任何早泄的问题啊，你们不用这么担心，是因为这个杯杯太厉害了。这个啊是 for beginner 用的，就是 for 我没有用过飞机杯，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选哪一款啊？你就买三分钟杯就好了，因为真的很好用。我卖了十多二十多，哎，等一下，我上个礼拜 hit 了两万个，我卖了二十多千个这个飞机杯，它叫三分钟杯。这个很多上班族宅男啊、朋友生日啊、college 的全部跟我买，因为真的很好用，它 quality很好的 ，OK。然后你们呢、啊？会生细菌吗？杯里面 ，OK。生细菌，好像你用牙刷啦，你用牙刷是不是？你用牙刷，你这样刷刷刷啊，你没有留五年才换一次牙刷的嘛，对不对？你肯定是两三个月都换一次牙刷。所以啊，我为什么要你六个月就换这个飞机杯？不是因为它坏了，还是给你叼到松？因为你的懒没有这么大条，所以它不会松了，它还会一样很会吸着吸着的。OK， 它是因为跟你的牙刷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呢就是怕哈你洗不干净咯，还是你懒惰，哇，打了两次飞机内射射在里面，存了两次的精子在里面，你还是在屌，那个不是生细菌咯，就是怕有这样的人。That's why 我才会建议你们六个月就换一次飞机杯，就算六个月换一次飞机杯啊，200块不了吗？也是很值得啦，你去找一次圆角胶机都多少钱了，好一点的 quality 啦，都500-600块啦，对不对？进入系的专业飞机杯女博士。因为我喝了一点酒哦，我现在好像有一点晕晕的感觉，所以我又很开心。那我好像又很久没有直播，好像又很多人没有讲讲啊，没有人听我讲话，我太多话讲了，所以啊，我就累积起来，现在我一次过爆发出来，好不好？我也是宅男，买一个回去。OK， 你们要买飞机杯的，不要 V 啊，不要 Facebook 我，你们要买飞机杯直接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我。你们没有我的微信和 WhatsApp 是不是？我已经写在下面了，询问飞机杯，请直接微信我哦，那个嘎滴大雁777是我的微信号，有什么不明白直接微信我，不要 Facebook inbox 我，你 Facebook inbox 我很久很久几百年才看一次，因为 Facebook 很闲的，它 filter 很多 message， 所以有时候我会看不到的。OK， 换两只牙刷，换一个飞机杯啊，对了，差不多像这样子啦。多少？我要四个陈小燕，你们要你直接什么？因为200块罢了，很便宜，可以屌让你爽爽。今天我的朋友辉德的生日，我希望你可以和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可以吗 ？Please， 辉德生日快乐，姐姐爱你哦。醉了，是的，有一点醉的感觉吧，还好。我这个酒真的好喝，我看我一天可以喝完一整支，可是要1000多块那个酒，我还是省省喝好。啊，爽。可以教我们怎么洗吗？这个很容易洗吧的，你跟我买了飞机杯，我会先说明书给你啊，我先了说明书给你，里面就有教你怎么洗，很简单罢了啊，很容易的，总之呢就可以跟你省提速了，因为你用手打飞机射出来了，很爽，结果弄到一大堆啊，手全部都是你的子孙啊，然后你就要去骂。拿提速机不环保，就是像这个不一样哦，你直接射在里面又不会弄到你的床单呐、啊，又不会弄到你的那种提速一大堆要用啊，机环保是不是？
用山猪肉来用啦，咦，用哦，你真的是蛤蜊，有这样好的 technology， 你不要用，走去走回以前的年代，你为什么人肉叉烧包那个网凑上了？你以为我不想讲这个咩？我老，我不想理你罢了嘞。你的笑声可以拍鬼戏了，不要讲，我讲话是大声了一点，其实我也是可以斯文的，丢进洗衣机洗哦，你喜欢那你丢进去啦，洗出来应该是不能屌了的啦，那个杯。几时还要来管蛋？我没有来管蛋呢，我几时要来管蛋？很久哦，你讲话很直接吗？哦 ，OK， 是是是。嗯，好喝，很好喝，哇，真的好建议哦，哇，这个如果你们要喝味道，这个酒真的很好喝，它可以给你感觉不到完全，很康还是很烈还是活水味，完全没有啊，哇的，哇，好料哦。我要出国了，我出国了我就要去买这支回来喝，爽！还有 Royal Salute， 爽！巴盖沙布，你不要这样蛤蜊啦，用手不爽的。我问你啊 ，OK， 你用手，很多人喜欢用手打飞机，还是讲我用手打飞机就可以了的？不然有谁会讲我从来不打飞机的 ？Hello， 你不要这样清高啦！你不从来不打飞机，然后你又单身，你又没有交集的人哈，我只能讲你很傻。你很傻，你知道吗？你知道啊，那个蛋蛋啊，它是会制造精子的，你知道吗？来，我们的肚子，我们一直吃东西，它都会制造大便啊。然后你拦着我，实时讲我没有大便的，很脸清高这样子讲话，这样对咩？然后你就忍到你肚子整个爆炸咯，不是里面生病咯，你明白吗？一样的道理的，人啊是要大便的 ，of course， 人也是要打飞机的，你明白吗？因为啊，那个精子已经制造了了，很满了了，它还是继续制造的吗？它不会 stop 的吗？就像我们的心跳一样，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它怎么可能哦？你的血够了，然后你不用心跳，不是这样子的吗 ？Right？ 然后它就一直制造制造，然后就越来越满，越来越满了，然后你的蛋蛋就越来越肿。那个我不知道啦，这个我是讲夸张一点点啊。它你的蛋蛋就越来越肿，你走路不是脚开开咯，那就看哇，这个多难趴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你明白吗？所以啊，这个蛋蛋啊越来越多精子了啦，你不要射，你还是死死坚持，很领清高，我吃斋了，然后没有打飞机，这个是你的身体的生理去需求。Please 去面对一下，去面对一下，去解决。OK， 你没有解决啊，你就觉得哎呀，好像 something 没有做到这样，然后你又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很坚持不打飞机，没有把那个里面的精子射出来。OK， 那个精子越来越久就会过期嘛，里面的精子就会越来越黄色了哦，黄黄这样子啊，你到时候你会变成怎么样？你的脾气就会很暴躁，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怨天怨地，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因为你的生理需求你没有好好的解放，你没有好好的放松 ，That's why 你才会脾气很暴躁，怨天怨地。你看一大堆人很 negative 的嘛，对不对？我曾经有遇过一个人很 negative， after that 我问他，你是不是没有打飞机？他傻掉。就你问这样的问题啊，什么什么？我讲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打飞机？他讲是。我讲有多久？他讲半年。What the fuck？ 我直接丢一个三分钟杯给他，我讲你先给我200块先，因为我很贪钱了。200块拿来先，他就给我200块，然后他就回去，他就解决了咯。他解决了，人呢、啊、真的没有这么 negative， 完全没有这么 negative， 没有这么想什么东西啊，都想得那么负面。我跟你讲，做人呢、啊，人生短短几十年，你因为你的蛋蛋制造太多精子，然后你不要射出来，因为你的什么，你觉得很丢脸呐、啊？这东西没有的好丢脸呢、啊，你明白吧？没有的好丢脸呢、啊。自己想要你的骨骼都硬了了，你还死死给他软，等他软下来，你会爽吗？你脾气一定不顺的，老板，听我的，姐姐是专业的，知道吗？嗯，不会停。还有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啊，很多人很喜欢问我啊，姐姐啊，那个飞机杯是不是就这样可以插进去了？我只能讲啊，当然不是啦。要放润滑剂的，哎呀，要放润滑剂，我觉得很麻烦呢。这样我问你啊，你跟真人爱爱的时候啦，他没有出水啊，你硬插下去会怎样？你只会弄到人家下面脱皮，你自己的懒觉也脱皮，你知道吗？所以啊，这种东西你要懂了，这个它是不会自己出分泌物，就是它不会出水。
所以人真人啊，你跟真人啊，你都要你要 make love 的时候啊，他你都要弄弄弄来哈，狗喝水啊，和尚洗脸啊，油气啊，炒饭啊，他才会出水，他出好水，他出好水啊，你才可以进入嘛，对不对？所以东西是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会自己出水，不管你怎样勒它都好，你怎样狗喝水都好，它是不会出水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 KY 呢？啊，你就要用 KY， 你要懂得去运用这种新款的东西，而不是讲，耶，要放 KY 很麻烦，隔离油油。But 你跟女孩子 make love 的时候，她出很多水黏黏，那你不会觉得 girly 吗？你还用舌头去勒她，所以有些东西哈，你要学会去运用，知不知道？所以呢，用飞机杯一定要用润滑剂，知不知道？嗯？姐姐不要说了，听我们说一下，来，你有什么问题来，快点问老司机。对，我确实是老司机，可是就是因为我太厉害讲话了，我之前追一个男孩子，吓跑他了咯。你知道我不敢跟他讲我是谁，因为我怕他来看我的 Facebook， 看到我的 Facebook， 然后看到我的直播这样啊，我怕吓跑他，然后结果还是跑掉了咯。所以你讲我这种人是不是答应我单身了？唉，算了算了。Rex Wyron， 宝贝我来了，有没有想我？有啊，我想你。Oh my god， 太好喝了这个酒，每喝一口我就想分享，真的好喝。狗喝水，狗怎样喝水？狗怎样喝水呢？不会，得你单身啊，活该你单身啊！狗喝水不喝，你啊，Before 你有女朋友啊 ，Please 学会怎样去狗喝水先，可以吗？狗喝水都不会就要去害别人家女儿啊！妈的，你什么都不会，还要我去教你啊？这样子去看 YouTube 狗怎样喝水，去看一下 A 片狗怎样喝水好不好？可以吗？不要，其实我跟你讲，很多女孩子啦，她们都不会太过喜欢啊处男呢，你懂吗？就算你是处男啊 ，please 你也不要跟人家讲你是处男，你是处男，你只是用手打飞机 ，please 买一个飞机杯回去拿来屌，至少啊你会 control，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很多处男啊，为什么啊？做第一次、第二次啊，过后就大肚子就结婚了啦。那个女孩子多可怜，你知道吗？就是做了两次就做人家妈妈了 ，OK。所以，因为她平时用手打飞机嘛，用手打飞机可能分分钟你这样摩擦摩擦啊，要一两个小时她才可以出嘛，对不对？所以啊，when 你就是人有体温啊，然后人有肉感嘛 ，right？ 跟飞机杯一样的，里面有很多一粒粒啊，很多一层层这样子的，所以呢，里面的构造是跟我们人体的构造是很像的。为什么叫你买飞机杯 ？Before 你要交一个女朋友，要跟她 make love 的时候，因为哈，他讲讲嘞，我要讲给你们解释嘞啊，因为啊，用手打飞机跟用飞机杯打飞机是 totally 不一样，可是啦，你用飞机杯打飞机跟人啦、是差不多一样。That's why 啊，你会控制。如果你已经开始用飞机杯打飞机了，是不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哇，我插进去进入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感受是什么。After that， 你内射也好什么，你打多几次你就会了的，你就会控制哦。我知道这个感觉要来了，我是要射，你就会爆出来射。因为有些人他不爱戴懂懂的懂懂 condom 安全套 ，OK。然后呢，他就会这样放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你用手打飞机 ，after 你直接屌真人啊，通常他会漏在里面，因为你控制不到，你不知道自己是要射了还是什么。得算你要买一个飞机杯去学习，去操练一下自己，一两个小时皮都脱，用手怎么可能皮都脱？用手抱吗？你没有包皮的吗？你有包皮的吗？都是这样摩擦那个包皮罢了吗？有什么事情没有东西的 ？OK。没有，真的没有东西啊！真的是有人用手打飞机打一两个小时的吧？如果你要快，你就买三分钟杯，三分钟里面就包你射出来了。还是叫他姐姐不要踩你，叫他妹妹。什么？你讲什么？
你来帮我们吧，你啥的咩，我这样有钱还要来我来帮你咩，哎呦。女王飞机杯怎么用，示范一下。你会不会用手打飞机啊？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你这样子上下上下而已，这个不用我教你，是不是？二十多岁了，我看你的样子啊，应该是二十多岁了。二十多岁了，你不要跟我讲，我从来没打过飞机，我只会笑你无知罢了啊！你走路一定是走开开的，那个蛋蛋啊，那个唇带变大大个，然后走路很开的，所以哈，你要用飞机杯啦，真的，人要改进一点啊，是不是？以前用 Nokia， 现在都用 iPhone 啦、啊。去飞机场打飞机，不，你噏什么？喂，好喝那个酒，我倒多一点点来喝。真可爱你，谢谢你。哇。我觉得它很香，喝下去很顺，我很爽啊！需要男人了，现在没有啦，讲笑的，我也爱我棒棒啊，比你们的还厉害啦，还需要男人咩？我老喂，什么是打飞机？去 Google 啦，还有我教你。睡醒了没有？哎，等一下，我去拿冰，因为我的冰融完了，等一下。我回来了，你很美哦，谢谢你。你看我真人更美啊，哟，小刀。你的偶像红青灯呢？他不是我偶像来的嘞，他是我的 friend 罢了。什么牌子的酒啊、哦？这个酒很好喝，我不舍得一碗喝到完，我可以一碗喝完呐、啊，真的很顺哦。可能我今天心情特别好。这个叫翁修龙，你说你单身，你怎么用你的下面 ？OK， 其实我看到你的问题很多次，我已经不想回答你。其实我看到了，你不用一直 spam 我，你要阿嘎下，因为哦，我不想回答嘛，你就不要一直狂 spam 那个 comment 咯 ，please，OK，、okay? 可不可以？现在去一次水厂都要160-180了。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很久没有 follow 行情了。好好喝，外号叫飞机杯公主。哎，不要玩，我不敢当，我不是公主哎。你私人的棒棒要卖吗？很多人要买 ，OK 的。如果你们有人要买的话，你们要收藏。上次啊，我跟你讲，有一个人要买我的内衣，哦，我也是 OK 的嘛。你不是买啦，我没有什么的，我很贪钱的嘛。我这样贪钱，你出到这个价钱，我刚我不是卖给你咯。哎呦，笑死我！要怎样看你真人哦？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出去的。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啊，就是南望北，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啊，你没有 kiss 过，没有接过吻啊。我跟你讲，它可以帮到你。哇，然后我有点头晕呢，很爽哎，那种感觉现在。那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在里面这样，然后有个布这样包着，然后你拿出来咧，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最后啦，我卖的最多人买的杯，卖的杯第一个是这个，我卖了20多千个，叫三分钟杯。第二个就是噔噔噔，噔，看到吗？这个叫南望杯。什么是南望杯呢？为什么叫南望杯？因为它真的很令人难忘。你看到吗？它是一个嘴巴的形状来的，它是一个嘴巴形状。不用紧啊，它的那个相似度啊，就是那种真实感跟相似度是非常的
非常的像，真的。你看它有牙齿的哦，有牙齿不用紧，你们有没有看到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等下我扒出来给你们看啊。看到吗？它是有舌头的，是不是很爽嘞？看到 ？OK， 为什么我叫南湾北呢？因为哈，很香。因为哈，你会去巴沙马兰摆档吗？当然是不会啦，做网卖就很忙了咯，还要去巴沙马兰摆档做什么？然后哈，这个东西呢，它可以给你感觉到，因为有些女生啊，她们真的不是很愿意跟她的另外一半含的。OK， 就是含就是口交的意思啦。然后可是她的另外一半就可能也很想给人家吸，因为我不觉得没有一个，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是不喜欢给人家吸的啦 ，OK， 每个男人应该都喜欢的。然后他又不想去交集背叛他的老婆或是另外一半，然后他又很想感受一下，口交的感觉 ，OK， 这个东西呢，这个男人杯就可以完全满足你对口交的童真，就是幻想。OK， 为什么呢？你看它是有牙齿，对不对？然后你看它有舌头，对不对？你看它里面有一节一节吗？我们的喉咙里面啊，其实也是一节一节的，所以它的真实度是很够力。而且啊，有些女孩子还会跟你吸，还会跟你含的啦。可是啦，他不跟你含到去里面喉咙里面，然后用喉咙里面来给你吸的吗？我这个也是我最近才知道，我跟我的好姐妹啊，她跟我讲了，我真觉得她太厉害了。她跟我讲，整只放进去喉咙，顶到喉咙，然后用喉咙来收缩来吸。What the fuck？ 我讲什么意思哦？什么东西啊，让我都傻掉，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OK， 这个 OK， 这个不重要。这个东西呢，就完全可以给你满足到你的懒插进去顶到喉咙，用喉咙来收缩来吸的那种感觉哦。哇啦，我笑死我。 OK， 然后呢，很多人讲呀，这么有牙齿会不会弄到脱皮？ Hello，你的骨骨的皮有没有这样脆弱？没有啊嘛，是不是？没有这样脆弱的 ，OK？ 哪里有这样容易给人吸一下啊？牙齿碰到一下就，他的牙齿是很软的。你要讲啊，你要讲硬啊，我们真人的牙齿比这个硬很多倍嘞。这样你们要脱皮，早早都脱了咯，对不对？它是不会造成你任何脱皮的那种后遗症，所以你尽量屌完了，不用怕的 ，OK OK。可是我的很短，到了舌头那，到不了舌头那边，哎呦，短没有得解决的。那个啊，你用健身杯最多是给你抽到变粗变大条罢了，短啊天生的那个没有办法的。那个没有办法，所以你要跟他按进去。What the fuck？ 我在讲什么？ OK OK， Before that 哈，他除了可以给你感受到口交的感觉，我问你，有哪里一个女生跟你吸的时候啊，吸的时候啊，他是愿意跟你吸满你的精子进去？没有的吗？就是讲他跟你吸啊，吸到然后你讲我要射了，然后他一定给你拿出来给你自己射啦，乱射。他肯定不可能给你吞掉你的精子，你在几个力，你知道没有？所以哈，这个东西就可以给你感受到，你一边给人家吸着的感觉，然后啊，一边就是当你要射的时候，敢射罢了，就是你会给。你会间接感觉到，妈的，我给人家吸，然后我还可以直接射进人家喉咙里面，你那种感觉是特别爽啊，你知道吗 ？OK， 你不知道，所以你现在就应该买一个 ，OK？ 果然他醉了，我没有，我还没有醉，只是我有点 wing wing 的感觉 ，OK？ 但我很开心啦，因为我吃饱了今天，所以我很有力气跟你们分享这种快乐的东西 ，OK？ 然后呢？Before that 啊，就讲你跟我，姐姐，我要买一个南湾杯，就是这个嘴巴形状的杯 ，OK。然后呢 ，Before 就很像有些男孩子是没有拍过拖的，没有接过吻，没有舌吻过的，他不会吗？然后他又不想给他 future 的 girlfriend 知道他没有舌吻过，所以他不知道那种感觉。对，所以有些人呢，他不会接吻，他就
牙齿去撞到人牙齿，很没有用啊。有些男子真的很好笑，因为他没有经验嘛。然后啊，他就这个时候呢，这个杯呢，这个男杯就派上用场了啦。为什么？因为哈，当你收到的时候，你不要马上给他塞进去你的姑姑给喂你弟弟吃，不要先，你就给他洗干净先，洗干净好嘞，你就可以拿来这样跟他 kiss。然后它里面有牙齿有舌头，你大概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在 at least 你以后啊你跟他接吻接两三次啊，很容易的接吻，很容易学会的 actually 啊，你以后有了 girlfriend 啊，你就敢敢去罢了，你就跟他的舌头啊互相伤害互相打架没有问题的，你就不会撞到人家的牙齿了 OK。 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好处，你不会接吻你不会舌吻，买了先不要给你喂你的弟弟吃，先给你学习怎样去舌吻，舌吻学会了啦，因为这个真的两三次你就学会了的，你几成都不好啦，最多五六次你都学会了啦，如果你还学不会你就单身一辈子，买飞机杯来屌就算了啦 OK。 然后呢你就可以拿来感受喂你的弟弟吃了啦，就可以给他感受到什么是口交的感觉，什么是你的懒顶到喉咙，用喉咙来收缩来吸的那种感觉。妈的，我真的是没有试过啦，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如果我有的话，我有弟弟的话，我真的很想试一下。OK， 我 control 的，我 control 的，一物二用，对，这个就是一物二用咯。这个在南湾杯很便宜吧，250块，也是可以用6个月到9个月吧。我是建议你6个月就好换啦，做人不用这么鸟的嘛，250块个眼睛你吃一餐都没有了啦，对不对？真人比较好，有些人就是讲真人比较好。我问你，你很有钱吗？你没有女朋友，你不可以哦，把你有女朋友的那个 situation。那个想法放在一些宅男完全交不到女朋友，完全就只能用手打飞机的那一种宅男的身上，有些人真的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了，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很忙，有些人真的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个条件来交女朋友，你明白吗？所以飞机杯真的是很帮到很多人，等下我很坚持这一份工作。你讲得好好笑，我讲真的，我是专业的，姐姐是专业的，你可不可以要多听我的意见好不好？玩久了会不会不想交女朋友哦？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因为哈，其实男生都是一些，怎样讲啊？看到什么都会想要玩什么的，所以他才会是世界上才会这么多小三啊，都是很丑很丑的小三的。为什么？因为啊，问他那个弟弟硬了啊，他真的是谁都可以上啊，这种什么都可以上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可能不是全部男人是这样啊 ，but I mean 是怎样讲呢？你有打飞机的习惯 ，of course 你看到女朋友这样 naked 这样没有穿衣服啊，这样在你面前，baby 我呀，这样子啊，你也是顶不顺啊，因为啊你的弟弟。会有自己的想法的，你看到你的弟弟是不是这样一条，然后有一个龟头的，其实那个龟头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头脑了，小小的头脑，那个头脑呢是不会想去跟你想赚钱啊那种了，把他的头脑呢是会去想要还是不要的啦，他会这样分啦，就很特别啦，男人的弟弟 OK， 我也很佩服啦，然后哈。所以他绝对不会讲影响到你早泄啊，影响到你不想要屌你女朋友，不会的。男人看到女人啊裸体这样小一点啊，他就会想要屌了的，这个是很正常的，除非你老了有心无力硬不到啊，那个是你老了的关系，不是因为飞机危害到你的 OK。 好喝，很好喝。还有什么啊？我要讲，还有什么东西嘞？姐姐，我来了，30号我生日，要来我家帮我一起庆祝吗？仙仙，我不能呢，我不能，因为我很少出门的。
姐姐你可以帮我用吗？当然是不可以啦，你以为你是谁哦？本来我一天要回复几百个 message 哦，你还要加多一个啊？姐姐你可以帮我用吗？我很不得空鸟你嘞。这么飞机杯长得不像飞机，这么你的姑姑长得不像姑姑的，就是咯，东西都是一样的嘛。啊，他们讲什么？这么火鸡不是鸡啊，这样类似的东西，这种东西都要问我们啦喂。啊，怎么打到的你好像 ？Hello， Jocelyn 香 ，Hello， 那个90多%。通常四十啦，如果没有猜错，等一下我看一下。嗯，没有写。43%，可是很好喝。我今天心情好，我真的可以喝完整支，哇，爽！可是我没有喝完整支啦，因为我什么嘛？因为很贵嘛，那个酒那里要喝完整支哦。如果是35岁以上啦 ，actually 就会因为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卡嘛，就是报应，就是哈、啊，我知道我认识几个朋友，他们以前啊都很 play 的，就是讲很喜欢去玩女孩子的 ，but when 他3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就。有时候硬到，有时候硬不到，要不然就做到一半软掉，很显然的嘛。女人最讨厌就是啊，最毕竟就是跟你 make love 到一半软掉。What the fuck？ 难道我的身体不够吸引力还是什么？这么会突然间软掉 ？OK，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有点有心无力呢，你就不要气馁，而且你也不要餐餐都吃微锅那种啦、啊，那种壮阳不好了，因为会对你的肾造成不好，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健身杯，健身杯呢就比较贵一点，可是可以用比较久，它比较 modern 的，也是我卖过最新款的，目前为止最新款的。他呢，那个健身杯呢，我的 sample 不丢去哪里了，还是我弟弟拿去偷用，我就不知道啦，到现在都找不到，很久了，很美啊，那个健身杯，他呢就是可以给你，他是外用的嘛，他就可以给你哦，一边打飞机，一边锻炼你的龟头，给你的龟头比较硬。然后呢，你用久了啦，就像你做 gym 这样，你这样一边拿哑铃啊，这样拿，你的 muscle 也会变大，你的手臂也会变粗，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讲你每次用健身杯呢，它就会把你的骨骨弄到，就是把你弟弟弄到比较硬，比较持久，还有比较粗大，这个是真的。但如果你讲啊，我的很短啊，那我只能够讲 I'm so sorry， 因为你的是短的，就是短，因为你天生短了。那个是你吃什么？简单，我相信都不会帮到你的，因为啊，一个人你拿哑铃，你的手臂也不可能变长，你只会变大条，变大变粗罢了，但你不会变到很长。所以啊，健身杯就是可以给你又硬又大又粗又持久 ，OK。可是啊，虽然你短。不用紧，你短不用紧了，可是哈、啊，你又硬又粗啊，又大啊，你已经很紧了的，你已经可以征服很多女生了的。但如果你看啊，你又短了，然后你又自我放弃治疗哦，又短又软又硬不到哦，哇啦哦，又小。所以你想想，人家看了都嫌哦，跟你做过一次啊，都走掉了，因为他都觉得有嫌了啦，都根本没有感觉的，好像牙签放进去这样，那个没有那个 feel 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健身杯，因为健身杯啊，它可以把你操练。Of course， 我不可以讲，你用一次就有效果，我没有这样子骗人的。那种呢，你要慢慢去做的，就是可能你一个礼拜，你帮你的弟弟锻炼3次，你要你的外表美，你要你的弟弟美的嘛，你不可以你的外表美罢了，然后你的弟弟很丑，你明白吗？没有用，你弟弟不可以这样的，你要两边都要练的，明白吗？明白吗，同学们 ？OK， 所以啊，那个要用禁药，不可以啦，禁药因为那种药啊，壮阳那种很伤身啊。如果你是健身杯就不一样，因为它是外用的，外用啊，怎样讲都好，它是有保健效果，可是它不会讲直接伤到你的肾啊，直接伤到你这个那个。That's why
健身杯现在也是很多人买，不过是那种三十多岁以上啦，三十五六岁以上或是四十多岁的人都在用，因为真的是会有好转的，相信我。如果你常常你觉得你的懒很长，可是啦又软不够硬，一下子抓一下抓一下又软，软了又硬，硬了又软，妈的显到哪懒这样，你知道那个女人都跑啊，不管你有多 handsome 都好，那个女人都跑掉啊。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操练一下。 before that 啊，还有啊，你们的毛啊，你们的那个下体的毛要清理一下，因为啊，我觉得你们女孩子也不是很喜欢看到森林啦。Of course， 你们男子也不喜欢看到我们女人的什么森林啊，一大堆毛啊这样。So 啊，你也是用飞机杯也好，什么都好啊，还是用该那个这个难忘杯也好，你讲啊，有没有牙齿会卡到毛什么？这样你就把你的毛弄弄掉，清理干净一点 ，OK？ 清理干净一点，因为啊，你不可以啊，你有剪头发，你下面的毛不要剪的嘛，哪里有人会这样啊？有人会介意的 ，OK？ 我讲完了了，我的课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有点 blur blur 这样吧，我很爽，我很想一直讲话。啊。等我一下，我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健身杯，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外表，因为我那个 sample book 去了哪里，你们等我一下子哈，等一下。我看到了，我有货，我有货，我以为卖完了。你看，这个就是健身杯，很 class 的。你放在路边啊，你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是飞机杯，给你打飞机用，很爽的。因为它有一个讲讲啊，一个整栋的那个穴位这样的，是专给你放那个你的龟头放在那边。哇，我跟你讲，它的整栋啊有七种，很爽，很爽的。所以啊，它就可以直接跟你操练到你的懒变得又大条又粗又硬又持久，这个才是王道。你长啊，你看黑人的长长的、粗粗的，然后啊，长长。臭臭我不知道啦，他们讲的啦，长长长长的，软软的，还要插进去的时候要用两个手扶着的。所以你讲长有什么懒用，你长可是软软的，女孩子不喜欢的，女孩子喜欢硬硬的，硬硬然后持久要大大条的，你长长细细这样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你知道吗？没有 feel 的。有什么 color？ 有没有别的 color？ Hello， 飞机杯你都要选 color， 你有事情吗？这很美，很 class 的。你放在路边啊，你放在旁边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是飞机杯来的。你已经暴露了，谁会不知道呢？我暴露什么？哎呦，笑死我！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种二十多岁啊，就一直去玩女孩子的那种男人啊。你看他现在很风流，他三十多岁他就不能了的，或者他一下子就硬一下软，不然他就是硬不到了。你相信我，这种人很需要健身杯，真的。我遇过很多个 playboy 都是这样的，不是我跟人家什么，我是想跟人家有聊到这样子的东西吧，他们有跟我讲过这样子的问题 ，OK？ 你们想去哪里聊哦？如何爽呢？你买一个你就知道了吗？哦，对，你们要买飞机杯，直接微信我啊，不要 Facebook inbox 我，因为我没有回复 Facebook 的 inbox 的，因为 Facebook 很闲，它 filter 很多 message 的，所以我看不到的。所以你。有兴趣要买飞机杯的，请直接写询问飞机杯啊。WhatsApp 我是最快回复的 ，either 你 WeChat 我也可以，没有问题。怎样交易？怎么样交易？
就是你 WeChat 我咯，然后你金钱给我给你咯，所以你不用怕什么骗子啦，因为我已经卖飞机杯卖了很多年。如果你怕骗子，其实我比你更怕我遇到骗子给我假的单啊还是什么，所以你不用怕遇到骗子，我可以用直播来卖飞机杯，就证明我是不会着楼的啦。OK OK 啦， All model I buy send me quotation I issue POto you, Johnson Wong Chin Sing， 你不要只是讲罢了哦，你要讲，你不要大大声哦，你要买，即你讲到要做到的啦。怎样？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没有？我有点头晕了哎，我讲多半个小时我就不讲了啦。还有什么问题吗？你有帮人打过飞机吗？如果你是你我的 boyfriend 啊，你来我可以跟你打飞机的。如果你是我的 boyfriend 啊，重点是你要追到我啦。还有你有肚腩吗？你没有肚腩呢。你有你的屁股够翘吗？你的屁股可能都不够翘。你的下体的毛有没有清理一下？也没有，整个森林这样，然后你叫我跟你打飞机啊 ？Hello， 你睡醒了吗？我是不会想要鸟你的 ，OK。我虽然不是很美，不是非常有钱，可是我也是有我的要求的 ，OK。这年头飞机杯就是狂，没有，我只是要你们，就是认真的看待自己的生理需求，而不是跟我讲我没有打飞机的，我很八百的。其实这个道理我只会觉得我笑你，我觉得你很干蹦，因为你没有打飞机，就讲你没有适量的解决你自己的生理需求，那个只会弄到你的人的性格会有点很负面，会有点脾气很暴躁，那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人打飞机是健康的，没有人叫你一天打你弟弟两次的嘛，那个就太多了咯。如果你每天打飞机啦，你喷出来的精子是透明的、水水的，没有 quality 的。但如果你太久，你两三个月才打一次飞机啦，你喷出来的精子是黄黄色、搞搞的、黏黏的那个感觉。所以哈，怎样讲呢？你要适量。如果是你喷出来的精子是白色，有点粘稠，那个就是很 perfect 的精子来的，那个是对的，就证明你的脾气会比较顺，然后你会做事情会比较有冲劲感，因为你已经解决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你为什么要死忍呢？你忍什么呢？就是个打飞机吧，好吗？你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很奇怪哦，真的。还有就是哈，我现在有 promotion 这种跳蛋，跳蛋呢不是给你拿来塞进去女孩子里面，你看到吗？因为它没有绳子的，这个呢是专给情侣用的。我现在在做 offer， 十粒60块罢了，外面卖一粒30块，可是我卖十粒60块罢了。哎呦，你一定会问，怎么我这么多粒来做么？这样我就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直接卖这么多粒。因为啊，也有很多人遇过这样的问题，他买一粒30块，一粒罢了啊。哎呦，我的 mood 来了，我想跟我的女朋友 make love， but 哈，这个用了很多次，很爽，真的很好用，够力了咯， battery 没有了，可是我的女朋友死死吵，一定要用跳蛋，怎么办？等一下啊。你的懒觉都硬了咯，我要去 7-11 买一个电池回来都软了咯，你明白吗？或者是突然间那么衰，你的跳蛋坏掉了啦，你没有 spare 的另外一粒，哎呦，我想要爱爱哦，那怎么办？这样你就不能了。所以我卖，现在我还有很多粒，还有2000多粒，这一个我卖完我就不会卖这个价钱，因为我这个是我多余出来，所以我卖很便宜，10粒60块罢了。你呢？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哎呦，这里没有 battery 了，不用紧，这个我下次去 refill 那个 battery， 我现在用新的，因为我有新的，我就可以直接做。不可能你要做的时候你骨骨都硬了咯，哇，我还要等一下啊，我去 7-11 买一个 battery 回来装，你讲好笑吗？回来都软了啦，那个水都干了啦，啊，你明白吗？所以啊，可是呢，这一个哈，不是给你放去洞洞里面的，这个如果你硬硬不听我的劝告，你硬硬要放进去我那个洞洞里面，你掉进去你挖不出来，你自己去找医生挖，你不要打电话叫我来跟你挖，因为我已经在直播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是歪用的。歪用的 ，OK， 不是放在洞洞，
是给它流水，流了水是把你的卵放进去的，然后这个是放在外面刺激它的 G spot 的。有些女生的 G spot 是在外面，但大多数你这一个哈，它因为它的震动很 strong， 所以你放在外面啊，然后你又放你的卵进去啊，但那个感觉女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 ，OK， 没有一个女生会抗拒这一种东西。你不要讲，咦，我没有用这种东西的。你用过了，我保证你每一次爱爱你都会想要用，因为真的很好用。六粒一起用不用啦，你才一条懒一个东东一个白白罢了吧，你怎样用这么多粒 ？Hello， 用一粒就好了，不用用太多粒。你的手啊也要握着它的嘛，也要握着它。然后你怎样控制六粒这样放进去，就是放在那边用不到的，听我讲，一粒就够了，一粒就可以了 ，OK。所以啊，这个是放在外面用的，外面用的 ，OK， 看到吗？外面不是放洞洞，洞洞是给你塞你的骨骨进去，不是给你用挑担塞进去。不然呢、啊，我一定要解释，我怕不然等下他给我放进去挖不出来，叫我去挖回出来我就惨了。所以千万不要放洞洞里面，因为你放洞洞里面，因为它震动很强，你放洞洞里面哈。Actually 没有 feel 的，女孩子的洞洞哪里有可能有 feel， 这么小粒的东西你放在洞洞那边整，你不会的，你要学，你要放在外面，就是上面的那边，上面的那边才有感觉了，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现在先做记录一下，写下来 mark 到下来我讲的话 OK， 会玩当然会玩，因为我卖情趣品的嘛。飞机杯可能会坏吗？飞机杯通常不会坏，只是因为卫生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你，after 六个月换一个啦，就是这样子罢了。用了念念不忘，是啦，用了念念不忘哎。哦，我现在开眼看，有人叫我开，你看啊，你听一下啊，听到吗？它的 vibration。是很强的，很爽的，女孩子对 vibrate 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啊，如果你的那条不够硬、不够大条、不够粗、不够持久都好，你有这一个啊，帮助你啊，那个女生一样可以到高潮的，你相信我，真的很好用。你做不到你的另外一半高潮不用紧，你有跳单就 OK 了。Of course 我还有贵的跳单，200块那个跳单，可是如果你要便宜的随便巴列巴列用的也是有，就是这一个我卖完2000多粒就没有这个价钱了，如果你们要就趁现在，记得只是这个不要塞进人家的洞里面，人家不会有感觉的，你要的是放在上面，放在上面，上面 OK， 不是放在洞里面给他整，那个是没有人爽的啊！你们处男什么，你们就写 note note 下来啊，应该要怎样狗喝水啊、油气啊那种，应该不用我教啦，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厉害嘛，我也希望人家狗喝水我。问题是我没有对象啊嘛，人家给我吓跑了，我就算了了 ，OK 啊，祝我单身一辈子快乐啦，嘿，险，比 iPhone 厉害哦，我问你。你在跟你女朋友 make love 的时候，你会拿 iPhone 去整她吗？傻的咩？不怕给刷死咩？哇啦！这种啊，你不用怕去刷死还是什么，因为这种防水措施是用的是非常好的，是100%防水的，你把整粒震下去水 on 啊，都不会刷死人的，所以你放心好了 ，OK。你们要买直接微信我啊，不要 Facebook 我 Facebook 没有看 message， 或者是 WhatsApp 我是最快回复的啦 ，OK？ 有大的吗？有，我有另外一个200块的跳单，那个有七种不一样的震动功能，然后那个是比较贵，要200块，然后那个可以塞进去洞洞里面的，因为它比较大条一点啊，那个大条一点塞进去肯定是有 feel 啊，你这个牙签这样塞进去没有 feel 啊，塞进去没有 feel 不用紧，怕掉进去你自己挖不出来啊，原来挖不出来，嘎滴大那个啊，跳蛋掉进去我女朋友洞洞里面挖不出来，你可不可以过来给我挖，我讲给你挖，找医生挖啦。你不会吓跑了男朋友的啦？会，我跟你讲，我真的有跟一个男孩子表白，然后他吓到跑掉了，他讲你肯定跟很多男孩子啊讲过这样子的话，然后他骗我，我几伤心啊，算了啦，我只能讲算了罢了，因为
因为我真的我口花花，我不是对全部人口花花，我是对一个人喜，我对那一个人喜欢，我就会对那一个人口花花，一直聊他，这样罢了吗？我希望他注意到我存在罢了吗？我没有想到会吓跑人家的 ，OK？ 因为我的人是这样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然后我喜欢就表白呀，就是这样子而已。我没有想到会把人家吓跑，我不知道人家这么害羞的嘛，对不对？哎，算了啦。你们有谁狮子座的？我现在比较喜欢狮子座的，狮子座都有一点肚腩啊，屁股圆圆翘翘的。你们对我有兴趣，你们可以来追我啦。看我，我看得上你，我就 hiu 你一下；我看不上你，你就不要理我啦，算了啦。哎呦，笑死我！Jason Chong， 嗨！哟，我有点醉醉的感觉，很爽哎，很想驾车出去哦。不要了，不要了，喝醉酒不要驾车出去。酒窝怎么一边罢了？没有，酒窝有两边吧。现在这边还很肿，所以就看到好像有点高低不平这样。But actually OK 啊，你看，我已经完的，够好了啦，够好了。这样大也会跑。就是因为我外表的关系，再加上我好像讲话花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花心，他跑掉我冤枉咯。我是一半狮子，没有一半的啦，狮子座就狮子座，因为狮子座的占有欲很强，是吧？我就很喜欢那种占有欲很强的人，然后他又时常骂我手害啊什么。我很喜欢，因为我犯贱的，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人来管我啊，什么什么这样。大肚腩我不要，我要小小的肚腩，有点肉肉就 OK 了。但通常狮子座人没有什么喜欢我的啦，我知道的，我知道的，算了。我不讲飞机杯了咯，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你直播唱歌可以吗？我不会耶，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唱歌的。我最厉害是讲飞机杯罢了，我最厉害是教你们怎样去舌吻啊，怎样去捉这女孩子的心啊，怎样啊？还是我喜欢的男人是怎样啊？我最喜欢这样子讲话罢了的，其他的我不是很厉害的，很 normal 罢了。我很喜欢你，够真，比起那些半正经的好很多啊！谢谢谢谢。扑蜜，我有肚腩，将招上，我不要扑你，今天 ，sorry， 我只想讲话，因为我今天一整天很想讲话，我有点 blur blur 了。你真的够受害的，笑死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讲多15分钟，我就不讲了啦。看你的笑容就好，谢谢。Sorry， 我有点饱的感觉。我很喜欢，我是狮子，但没有肚腩，没有肚腩就去吃出来咯，没有肚腩我不可以哦。我不 OK 哦，因为我很喜欢有点肉肉的男子，妈的躺在他的胸膛上面极爽，你知道吗？哎呀，我没有这种福分的了，每天自己很 dry 的时候啊，哎，都不知道怎样自己解决了，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自己解决就算了啦，哈哈哈。酒窝怎么一边？我酒窝两边呢？我酒窝那也一边，我两边，你看。我觉得我真的是两边，只是这边还有一点硬块，所以还没有好。等它好完了就不要 balance 了 ，OK？ 你有想念我吗 ，BB？ 有啊有啊，我时常都想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哈哈哈哈哈！小美女这么好笑的，因为我不是美女了嘛。下次不要自己喝，记得揪我陈伟雄。没有，我没有跟陌生人出来喝酒了。我每次喝酒都是在家喝罢了，我没有乱跟家出去喝酒，啥都没危险的。你喜欢喝酒吗？看咯，因为啤酒我不喝，红酒我有喝，白酒我有喝 ，whisky 我有喝。啤酒我没有喝，因为喝了会很肥。我什么三边什么意思 ？Apple 有想我吗？想啊！
眼睛有点红了，不 OK， 再加点酒就好玩了。你想太多了，我现在在家耶，你过来啦，我老哎，这种 normal 的自我保护意识我还是有的 ，OK。我眼睛没有红啦、啊，我已经 OK， 是我化妆吧，我化有点红红的，在下面，所以你看到我有点红红。江先生有买飞机杯吗？他没有买耶，我跟他讲，我送他一个，他都不要，他自我清高讲，他还是坚持要用手打飞机，我能怎样？他这样 outdate 的人，我能怎样？他都不愿意改变他自己了，我就不用理他这样多了咯。什么意思？不会是陌生人了，可能是 MPY。你到底在讲什么？哎，我到底直播多久啊？有一个小时啊嘛，一个小时我就关了咯。姐姐这样大走路不会辛苦吗？当然是不会啦，我161耶，你看，我是很 balance 的，很 balance， 虽然是有点肚子有点肥啊。我刚刚吃饱啊，虽然我是有点肥，可是我还是很 balanced 的 ，OK。你自己也有用情趣用品吗？当然是有啊，我卖的，通常我卖女孩子的都是我试过了，我觉得很 OK， 用到我很爽，我才会卖的。所以女孩子的整冻棒棒我也是有卖，你们要买啊、可以直接微信我就 OK 啊，直接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我都 OK 的。你本来就是肥，难道你瘦咩？我老讲一个女孩子肥，我讲我肥，你要安慰我吗？哎呦，真是的 ，get 死人了！这样讲话，我很 sad 嘞。我是有点肥吧，你们一个小时多了 ，OK OK。你在泰国做什么？在泰国做你啥的、啊？你讲整容啊？我那也是在泰国做的，你有事情吗？你讲你老婆是医生这样。这样他这样专业，你问他让我在哪里做，我不是在泰国做的好不好？啊，因为 lawyer life， 你们要看蒋律师咩？我都要关了咯，还要因为他咩？懒惰哎。哎呦 ，invite lawyer，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在了啦。还有在 lawyer， if you are here， you just leave me a comment， so I will pull you。OK， 很伤人的咯，是哎，我老，我，你知道我讲减肥的吗？我是过了三点，我是完全不吃东西的人来的，你知道吗？我是今天刚好放假，得帅我才会，我才会去，就是我才会去吃晚餐，不然的话，我平时过了三点，我是不吃东西的 ，OK。也酒没有冰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融了，融了啊，跟那个冰的感觉，就是跟那个酒的感觉是，就是融化融入在一起，超爽的。OK， 我拉罗耶进来，罗耶你不要乱讲话啊。试一试看我累就不要。Hello， Pretty，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I'm at home。You so clean 啊 ，today 你昨晚做 mask 啊？哇，你的皮肤这样美去了。你又知道我做 mask 很久没有做了，然后我因为你的皮肤整个变得很美哦，我丢错了哎。有第一次做 mask 就可以看到效果，真的。看到整个亮去哦，整个一样哎。其实那个 mask 我都不懂啊，我戴呀、啊、对呀、啊、还是错？我随便戴，我罢了，还是哦 ，mask 没有分正面反面的，都是对的，怎样放的是对的。但你要拉平它啦，你不可以讲整片这样丢下去，然后就皱不可以了，你要拉平它。但 OK 啦，你的皮肤变美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 Royal 的皮肤变美很多？就是可以了，可以考小妹妹了哦。不要啦，我现在不要考小妹妹了，我要考这个那种老安迪啊，现在老安迪啊，对呀，几老那种30岁以上的，OK， 加油。
不关我的事了。因为我 realize 我的 market 啊，不是给小妹妹有现在，现在我收到很多那种 message 啊，是那种老 auntie message 哦，所以我要你不可以讲30岁以上就是老 auntie， 你不可以这样讲人的嘛。可以没？30岁以上都还有很多很美丽的女孩子的 ，OK。30岁以上不算老 auntie 啊？不算啊，我老，你以为你自己很年轻没？30岁哪里？30岁还是很有 market 的 ，OK。够力。我虽然是above 30岁啦，可是我的样子，每次人家看到我，以为我22岁、23岁。我不想跟你讲话。周末你今天穿到特别漂亮，哇，很 sexy 哦，你今天。不要讲这个哎，不想讲哎。是不是有加了你那两个 dimple 啦？所以看到你比较特别漂亮今天。你觉得 OK 吗？我做了 dimple。很美嘞，我很喜欢，我喜欢。谢谢你。不，我喜欢你 left side 的 dimple， 你 left side 的 dimple 啦比较 deep 一点 ，right side 的没有这样 deep。哪里这个？啊，这个比较 deep， 很漂亮，我喜欢。哦，这个因为它还没有好，它还没有好的，所以看起来比较 deep。Actually， 等它好了，跟这个差不多啊。哦 ，OK， 不用紧，不要两个一样 size 很假，一个要比较 deep， 一个没有这样 deep， 看它比较真。我也是这样觉得咯，我也是觉得这样子。哇，你的头发也是很美哦，你有去弄吗？你的头发？没有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点 blur 这样子。当然 blur 啦，哇！然后你喝了 whisky 这样多杯。对，我跟你讲，超好喝的，这支超好喝。如果你有喝 whisky 的人啊，你一定要买这支，很顺啊。你可以喝 whisky。看别人都是没有喝酒的啦，干蹦浆没有喝酒的，右手打飞机的，别笑了，你不会的。你可以喝 whisky， 可是你不要叫那些小孩子、那小妹妹一直跟你这样喝。他们那里会那种小孩子，他们加 coke 哦。刚才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跟我讲，加 coke 更好喝。哇，老哎，我们喝这样贵的酒，1000多块一支酒，喝了都是要喝它的味道。他跟我讲加 coke 下去，那不是盖完它的味道，我都不知道他在喝什么。他不会的，他只会喝那种 red label、black label 的，不会的。你。我嘞，我也是喜欢 black label 啊、餐酒啊什么啊，我才喝的。你这样叫我喝，不喝的，我不喝的。因为你们不会喝味道，你们只是喝酒要为了喝醉，喝醉了啊，你们就是要去骗小妹妹去什么什么罢了。把我们不是嘛，我们在家喝了嘛，我们在家喝，我们就是要喝一些有味道的，就是比较有味道的东西罢了。有味道的是这样。很多味道，我听不到你讲话、哦、太小声了。我讲很多味道，这样切，我嗅不到你吗？我就嗅自己一下。我老，你那个蛤蜊可以吗？你我老喂。你一直讲到味道，就想到味道喽。这个男的很威，每次嫌女孩子老了，这个那个是咯，他是这样的。我认识他这样久啊，他就是这样子的。30岁以上，他讲人家老安弟哦，他不知道自己啊几，他女他不知道自己几岁，然后他不知道自己哦，什么一直嫌人家，人家会很 hurt 的，你知道吗？够力了，这个 lawyer 真的是。其实我讲的话是每个。男子呀， yeah， 对你也是对的，你也是对。可是你不可以讲30岁以上就是老安弟，因为30岁以上很多女孩子都还是保持得很美的，你知道吗？她们都还是很疯，全部就是 everything 都保养得很好了 ，experience 也很好了，你知道吗？你没有 try 过，得算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对哦，对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他看到我每次跟你 live 嘛，所以他叫我问你，你怎样啊保养到这样好？真的，他叫我问你，他讲你的皮肤啊什么，你是用什么 lotion 啊，还是什么之类啊？可以给点 advice 给他吗？他叫我一直问你嘞。Excuse me， 我23岁罢了嘞，我23岁这样长到这样子已经是很老了 ，OK？
，Hello 喂，我哦，二十三岁罢了嘞。哦，你23如岁果他30多岁嘞，他现啊？在要开始保养嘞，我是比较建议他用 L'Occitane 的 lotion 啊，身体这样啊，那个是很不错的。Rosita 呐？Yeah，那个 lotion 很好，比较贵啦，可是真的很好用。我自己本身在用，每天擦几多次？我某一天擦2次，我1个月用2罐。哇，哈哈哈。一天擦2次啊？是 before shower 还是 after shower？After shower 擦啦，哦，擦整哎，你身们呐、不会的，不，我觉得啦，你昨晚有做 mask 是不是啊？你的皮肤真的变得比较好看，比较 young 哦，看起来比较这样 young。快咩？我才做一个 mask 就一样了啊！对，我跟你讲，做 mask 真的很有分别的，所以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好的 mask 啊，来敷，真的，你看皮肤整个变好很多，真的。这样快的，一做 mask 就好。因为它是 immediately 的那个 effect 来的，做 mask 是这样子的吧？你要 maintain 啊，你不可以讲1个月做一两次不可以的，你1个礼拜你至少要做一两次 mask，所以你的皮肤整个会水水嫩嫩。我是一年做2次，可以吗？啊，不可以啦！把如果你要选择这样 lazy 的话，那是你的事啦。你又要 lazy，然后你又要 younger 啊，那是不可能的啦。没有女孩子要 heal 你的啦，你要改一下啦，学会保养自己嘛，对不对？这样啊，不用紧啦，没有女孩子秀我也没有关系啦，你秀我就可以咯，每天给你开 live 就够我咯。还有3分钟，讲完3分钟，我要跟你拜拜了，我要走了。因为有点头晕晕的。你哎，头怎像样？鹰最近有没有 girlfriend 了？你找到你的500块的老婆了没有？你的 views 的老婆？哎！哎呦，如果找到啊，我就不在这边跟你讲话咯，浪费我时间，就跟他拍拖咯。哇，跟你 live 然后浪费你的时间啊！所以我是要盖电话了，拜哦，拜不啦。是啦，我是讲，如果我有女朋友，当然是要 spend time 跟我女朋友嘛。那你会跟你这样讲话，她会 jealous 的，懂吗？OK，你你又 single 到几时？怎么 Kimi 标你？Kimi 啊，前天在 live 的时候跟我 break up 了哦，哎呦，很 sad Oh 哦。my goodness！怎么你这么惨？我不知怎道么你一哦，直给人家 break up 可是他的？哎还呦！有给我一点后路，他最后讲啊，买 Pandora 给他就可以了。我不懂什么是 Pandora，最后我朋友讲 Pandora 是那个链哦，在 Mid Valley 有啊！卖，所以我买 Pandora 啊，给他。叫你去买咯，等什么？是啦，可是我去找，我还没有时间去 KL 找。班多。我觉得马拉克应该也是有的。哦，有便宜的吗？那种40-50块有吗？我跟你讲，你这样吝啬啊，交不到女朋友的。女孩子听到你这样吝啬，都跑到网友咯。这样吝啬哪里可以？他讲 Pandora 是一个 brand 来的，你知道吗哦，不？Branded，是手懂链叫吗？潘多拉。对，Pandora 是一个 brand 来的，你这样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舍得啊，他就会想到女孩子就会想到，哇啦，我又嫁给你了，我一点点东西啊，跟你 claim 都不肯，这样的话嫁给你会有幸福吗？你这么孤寒，你明白吗？你要自我检讨，Why until now you are still single 咯，全部给你吓跑了咯。这样，你以前的 boyfriend 有没有送给你 Pandora？我的另外一半不用很有钱，可是他一定要很舍得花在我身上。虽然我会赚钱，可是他一定不可以对我吝啬，他一定不可以在我面前讲，哇，这个这样贵啊，那个这样贵啊。那个我就接受不到了，因为 OK。我们女孩子有分寸的嘛，我们女孩子会知道，哎呦，我的 boyfriend 赚不多，Pandora 才100多200块，他还是可以买到给我的。本来我叫你买的时候，你讲，哎呦，这这样贵，不要啦，以后啦，下个月出粮才买啦，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你很吝啬，你一点点钱都不舍得花在我身上，这样我还有什么 value？我找别人不是更加好？OK，所以。这样你的你要男，learn a lesson，OK？、Okay?
这样，如果你的男朋友啦要花几多钱在你的身上才算是你的男朋友？不是花多少钱，他的工钱有2000块也好，他愿意花1000块在我身上，我都很开心啊。虽然我不会要他花那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只是赚2000块，可是我要他有那一个心态，不要给我吝啬。赚2000块，然后1000块花在你的身上，他就不用生活了，这样哇，够力啊我是你！讲，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讲话啊，的？怎么？我是讲，他有2000块工钱，他愿意把他一半的工钱给我啊，你明白吗？我没有要花他的钱呐、啊，我不要花他的钱，可是是他愿意给我啊，你明白吗？好像你这样，哇，这样吝啬，你赚10000块，你只愿意花500块在你身上，你就注定一辈子单身，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接受得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对自己很吝啬的，OK？我是怕什么？给他多钱啊？他出去跟朋友啊什么啊，又找别个男子啊喝酒啊什么啊，抽女孩哦，子不要就这如样。果你一个女孩子爱你的啦，她是会有分寸，她知道你赚2000块，她会看着花的。没有一个女孩子，除非那女孩子不爱你，不然的话她不会是这样的。OK，明白吗这样啊。？OK 啦，12点多了，我要关了诶，拜拜拜拜，拜。等一下我关掉。OK。够力哦！这个律师讲实话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讲，你有2000块工钱，你舍得自己将1000块给你的 girlfriend 罢了。我不是要花你那1000块，我其实一个月也赚蛮多钱，可是我不 care 那个你的1000块，我只是要愿意把你的钱花在我身上罢了。就是讲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不吝啬罢了，不是因为。你有2000块，我就要花整整你1000块，花到完每个月没有存钱，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误会，OK？我真的是每次跟他讲话都 get 到我半死，哎，所以啊，我现在要下线了。你们有什么关于飞机杯啊，还是关于跳蛋，关于整栋棒棒？整栋棒棒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才会卖的，西北爽的哈的问题呢，还是你们要买，请直接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我，WhatsApp 我是最快的，我是最快回复，我的 WhatsApp 已经写在下面了，0122847120，我的 WeChat 是嘎滴大烟777，OK，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我，或者是如果你们要买飞机杯，可以直接来问我，OK，不要 Facebook inbox 我，还有就是不要讲你的懒有几大条，然后我的飞机杯塞不进去。去你的塞不进啊，你的那边，那个你不用 send 过来给我看，你的有几大条，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很多条懒的样子，我已经很 boring 了。这样的话，如果你 send 过来，我只会 block 你罢了。所以如果你要买飞机杯，你就认真的买飞机杯就 OK 了，明白了吗，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今天了啦。嗯，我下次才跟你们再聊过。我在想，我还在 survey 要去哪里旅行，因为我最近很闷了。拜拜，要我好点吗？拜拜，早点睡啊，要买飞机杯，记得找我啊。OK，我醉了，拜。